其实也就是讲得太严重了，也没有那么，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把事情再放大，然后再严重下去。希望，因为也像上年的事情吧。那我说的每一句话我也会负责任，我也不是说瞎说出来的。那我也有真的打电话过去看到这样的报道，我也有去安慰他，跟他说不好意思。那你说我跟他之间会不会有再合作的机会？那我其实没有，真的没有关系啦，就是我都是把他当朋友的。那如果之后我的公司怎么样安排的话，就看公司怎么安排，因为这些主导还是公司。